因为你一直到这个空，我空人空，就是我空法空以后，就是你一二鼻舌身意四岁消费除法都空以后，内经外觉都空以后，你才能圆满了悟空性。那在这个过程中，随着你断休息的进步，但是你如果没定力的话，就这么波动情绪化，你还早消还被进转，那你就很辛苦了。还要放下，还纠结那个放下，还纠结因果，你更忙更累，所以定力蛮重要的。没定力走得挺难的，有定力走得时间短，静坐、打坐，静坐的时间短，每天往常加。如果觉得自己定力这两天不够的话，一个小时打坐变成两小时，两个小时不够三个小时，就不信，不信他靠的那个不安。定力的之间，有定力的人更容易了悟空性，更容易了解佛的直接。但是就算是你一开始有定力，不一定你在空性上就很圆满的那个人，你还需要走一段时间。那在走的过程中呢，有定力就没那么辛苦，不情绪化了。修行时间太短，就是刻意休息时间太短，还不能把行走坐车拉闸水都用在，就是有的人也用在了，说每时每刻注意自己起心动念什么，但是力度不够，就是拿起来放下，拿起来放下，那个起心动念刹那不清的就这么乱想，然后呢刹那不清的着想，这种没力量的表现，这个啥时候不想了，就最起码修修止观，修修定，最起码知道啊，自己了了分明，不管有时候甚至乱想，对于自己好像那种清净没什么区别，没什么影响。能够专注在一个事情上，能够专注在当下，就是训练自己。比如我喝茶的时候，我就可以不想过去，不想未来，我就可以不受那些影响。哪怕门外边千军万马在外边等着，我一出门就拿枪打我了，我先在这喝茶，就有那种淡定啊。所以很多事在外边等着你，但那有什么？跟一件一件来呗，是吧？一件一件面对。Thank you.